我觉得这个中华传统文化跟这个源远流长和那个佛教的精髓啊，有着天衣无缝的那种和谐啊。我觉得那个文化，比方说我们中国讲究的仁义礼智信，佛教里边讲究的仁慈，比方说慈悲啊，还有那种啊宽容啊包容啊，我觉得都是啊非常的相像的。尤其呢，我觉得文化在国际上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啊助推作用。想象一下，我们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了解都是首先通过文化来了解的。学佛的人至少很慈悲，他有一种信仰，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更加的和谐和睦，人应该有一种啊进取精神，而不应该天天为了一日三餐活着。所以我跟他们讲怎么样用佛法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改变你自己，那是最重要的。比方说很多人现在啊追求的物欲啊，那么精神上就有点虚空，他觉得有了啊钱财了，有了欲望了，他满足了，他就觉得啊我就可以了。实际上一个人的精神的粮食是最重要。人有两种需要，一种是啊这个精神上的需要，还有一种就是肉体上的需要。比方说我们一日三餐啊，睡觉啊，工作啊，其实这还是属于身体上。那么在精神上呢，包括我们的传媒啦，给它带来的精神啦，这种新闻啦，信息啦，还有一些文化的底蕴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精神上的补充点。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啊佛法上面有所造诣的话，可能他会对佛法的大爱啊，对一个菩萨的一个宽容的包容的心啊，那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我曾经跟大家啊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佛法界一个和尚，他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去化缘。他到了门口之后呢，这个先生不在，那么他太太呢就把他请进来，就说来您到我家，我们来给你化缘，就给他吃饭。结果呢正在吃饭的时候呢结果呢他先生回来了，一看太太呢好像接待了化缘的这个和尚，他也是非常开心，哎呀师父你请吃吧。随手呢，他先生是做珠宝商，随手放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珠宝就放在桌子上，放在桌到里边去换衣服。过一会儿呢突然之间呢，就是先生出来之后一看珠宝没了，珠宝没了之后只有他太太还有这个法师。这个时候呢先生说没有其他人，只有你，肯定是你。这法师一直说你问他你看见没有，我没看见。然后这先生就非常恼怒，拿个棍子揍他，打得鲜血淋淋，他一直不讲，他一直不说啊。等到身上打出很多血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只很大的啊乌鸦飞进来，因为乌鸦闻到血腥味就会进来。一进来之后呢，这个
那个他的先生在打他举棍子的时候呢，一不留神呢，把那个乌鸦就打死了，就打死了。打死之后呢，这个法师才跟那个先生讲，其实他说，在这个我们的施主，其实刚刚那颗珠子是那个乌鸦吃进去的。结果那个先生不相信，马上就破开那个乌鸦的肚子，一看果然那颗珠宝在里面。那么先生就觉得非常的奇怪，那么师父你为什么不讲呢？他说如果我讲了就一条命没了，我们出家人啊不会去有杀生的意念，所以我不愿意讲出来，因为讲出来这个乌鸦就没命，因为正好是你把它打死了，那么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从这个故事就是说明一个佛家的人学会包容，情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意让别人受苦，而现代社会很多年轻人情愿让别人受苦也不愿意让自己受苦，因为现在的人处于在私欲当中，私心杂念很重，所以情愿伤害到别人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佛法的大爱，佛法的慈悲精神，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和包容这个世界。如果现在这个世界末法时期，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一种包容心，没有一种合作的心，生活很难，对他们来讲很难维持。所以人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烦恼，实际上就是因为人缺少了。这个我在传播当中，现在有80%基本上是年轻人，有很多是教授，有很多的博士。因为佛法其实你真的把它解释啊，让年轻人能够知道，他们觉得不会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佛法它是一种智慧，一种哲学，佛法可以帮助人改变你现状，让你想通想明白。比方说现在夫妻双方很多，每个家庭都有很多的矛盾，为什么会有矛盾？因为妻子想到她自己的利益，丈夫想到他的利益，所以夫妻之间才会产生矛盾。如果大家都能为对方想，可能就不会产生这些矛盾。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让人理解一些佛法的道理原理，可能比啊对我们呢单单的去拜佛念经啊会有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现在年轻人没有利益他们不学，所以我在学佛当中跟他们讲述当中，我就冲他们的利益来讲。所以学佛就是学心，念经就是念心。所以佛陀里边经门里边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心经，心经就是解开人的想法的错误的观点，能够让人念经之后就明白道理，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能够接受佛法，可能对佛法的传承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我从小跟着我外婆就是念经磕头学佛，我就知道每当我一有烦恼啊，有一点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寄托，我一拜佛我就觉得我心里就踏实了，因为我觉得有菩萨会保佑的，这是心里的。我就从小就觉得应该把这么好的拜佛的理念告诉别人，应该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有烦恼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应该首先想到的是有一种力量在帮助你，而这种力量就是你自己内心所产生出来的啊一种责任感。所以我是这么想，如果能够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道理，因为我从小跟我外婆去磕头拜佛，我都觉得拜完佛磕完头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啊一种寄托。但是如果能够真正理解佛法，能够让自己能够啊心中有一盏明灯，能够碰到什么事情用如理如法的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人就可以有自己驾驭自己啊这种啊邪思邪念呢、啊、或者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一种啊不好的对社会环境呢、啊、所造成的一种不好的，用佛法界讲就是五欲六尘。所以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佛法，可能对传播啊
这个佛法的精髓和中华文化的这个传承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让写出来可能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它，而且要简单的去先用简单的方法理解它可能会更好。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祖国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理念非常非常的伟大，因为能够帮助到别人，就跟佛法一样，能够让中华传统的文化概念和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上合这个理念呢、啊，能够到啊弘扬到全世界，能够让每一个国家都能够理解、包容、圆融和那个相互帮助，促进啊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啊、啊政治啊，还有国家的和谐呀、啊，和我们的大家相依的那个互相的尊重啊、啊帮助啊、理解啊，觉得非常有帮助。实际上，我已经弘扬佛法在全世界已经有将近要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我每到一个国家，我可以和很多国家的啊我们的这个侨胞，还有和当地的一些政府都建立一些友谊，他们都非常喜欢啊能够通过这些佛法的理念来理解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曾经问过我啊，我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啊这个西方的记者曾经问过我，他说你认为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争斗啊，用佛法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们啊制止？我说用啊无我的方法。如果每个国家都为别人想，都放弃自己的一些私欲啊，那么这个和谐，这个和平就很快能达到。所以佛法的理念能够推动世界的和平。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就是让中华优秀的5000年的文化文明，这种历史加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啊推向世界，让各个国家更能够理解它的这个深度和那个境界，能够让每个国家都能够和啊我们一样能够共享这个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古文明的那个古代传统文化文明的那种啊思维和智慧，因为我们中华民族非常有智慧，这个在现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能看到，我们华夏儿女啊都能创造出很多的奇迹在全世界，所以就促进这个一带一路能够帮助更多的国家啊促进经济啊文化呀 啊各方面的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政策。我觉得语言不算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首先呢，很多西人像这次法国，我们已经有很多法国的佛友，那我们都可以做同声传译，啊，他们有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听不懂，但是他们拼命在听，他们能理解，他们能够感应。我觉得就像心理学上讲的，人跟人有个心灵感应，啊，人跟人一见面就能知道你在想什么，就像母亲为什么能知道小孩子啊，他在想什么一样，啊，有些孩子，啊，他只要一哭，妈妈就知道他要吃饭呢，肚子饿了，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其实就是一种感应。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多多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然后呢，通过一种翻译啊，然后通过一种啊，我们说佛法说你可以不失笑脸，你虽然不懂语言，你可以不失笑脸。你虽然不懂语言，你可以不失你的啊这个身体语言，比方说你让座呀，给人家安排呀，啊帮助别人呢，搀扶别人都是一种 body language。所以你如果用这些东西就可以，因为在澳大利亚它是讲英文的嘛，所以英文方面啊应该这个传播是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比方说法国啦，到西班牙啦，或者到那个意大利啦。那就必须要各种方言，但是我们通过当地的一些佛友的翻译和传播，那会啊同样得到很大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不是一个很大问题，主要是心心相印。
所以过去从玄奘法师那个西天西方去西天去取经那个一段的历程，还有佛陀当年到印度来传承佛法，都经历了很这个艰难的一些路程。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去传承。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能够帮助到更多人的，用自己的心去做，就像我在10年前，我没有想过我会拥有这么多的信众啊，我现在在全世界将近有1000万信众，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到哪里我都是做自己的。因为我看过，很小就很喜欢看西游记，我觉得路就在你脚下，你好好的去走，让你自己走出一条路出来，因为你的信念、你的理念、你的责任心，所以在佛法界讲愿力很重要。如果你很多人能成功，就是因为他有愿力。我今天有这个愿力，我才会有动力，我才会有这个能力，我才能做得到。所以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从你的誓愿，从你的信心当中来。所以我走到今天，我知道路很长，但是我有信心，我有愿力，我相信有更多的人热爱这个和平，有更多的人热爱这个每一个家庭的包容和圆融。所以有这种心，我相信佛法一定能传承的。其实学佛拜佛不一样，拜佛呢只是祈求，学佛呢是已经在研究了。你对佛法的研究很重要，一个人如果能够对佛法有深刻的理解，你才能会研究。因为我觉得佛法它是一个哲学，它能够帮助你解脱。想一想，一个人想不开恨别人的时候，其实最难过的是他自己，对方可能还不知道，但是他自己已经非常的痛苦了。他不能理解别人，因为他只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理念，他不能来解释别人是怎么想的。所以佛法就是让你知道，因为我们有前世，有了前世，那么很多人说我没看见前世，你让我怎么相信前世呢？那么同样来讲，没有看见前世，就像有一个这个高人曾经讲过我们看见过我们的祖宗吗？没有。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炎黄子孙，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不是有皇帝？有。你看见过没有？为什么你会相信？因为他留给我们人间的这些经律论三藏，有法律啊，有文字啊，因为我们看到他的一些所作所为，我们才相信。那么你有没有看到过你前世？你没看见过，但是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对不对？就像我们没有看见过风一样，但是它存在了。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交流，很多人不能看见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你说他没想了，他在想，但是你看不见了。有些时候能够理解别人，能够发现别人，能够自己解脱，自己解释，这个人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佛法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为什么这辈子他会这么恨你？一定有上辈子。你想一想，种下去的东西能不长出来？你如果今天种下去的西瓜籽一定会长出西瓜，你今天种下去的是苦瓜籽，你长出来一定是苦瓜，这就是天理。所以今天为什么你是这个妈妈的孩子，而不是其他妈妈的孩子？因为我们来到人间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我们连名字都没有。所以这一切，爱因斯坦曾经讲过，连你放一个花，放一盆水果，放一个杯子，都要有人来安排。这个天地之间，宇宙空间，有太阳系、银河系，有这么多星球，为什么它不碰撞？难道没有一个神的力量在安排吗？实际上人必须要有信仰，就像我们相信有好人一样，这也是个信仰。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会碰到很多好人，这个世界并不是都是坏人。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对很多事情进行哲学观，
来理解，这样的话你会解脱自己，让自己想通啊，孩子跟我不好那是前世欠的，先生跟我那是冤结，那么有很多的恶缘，但是以后呢可能好了之后呢就会有善缘。就像我们到公司里上班一样，跟很多人刚刚第一次见面不一定有好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相互之间的理解啊，就产生了好感，产生了相互帮助的那种啊感觉出来。所以要经过时间，要能够理解它，很多事情是靠时间的。非常的高兴啊，能够啊接受华人卫视的这个采访。我觉得啊，这个华人卫视为我们的广大华人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每天给我们带来精神的粮食，每一天为了我们华人在啊异国他乡啊能够听到一些信息啊，能够知道更多啊他们的付出的这种啊知识啊，让我们传播知识的能量。所以我希望华人卫视呢，在啊他们领导的领导下呢，能够越办越好。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法国的华人华侨能够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能够在异国他乡呢能够创造更多的啊奇迹，能够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为了这个法国的这个中法这个文化的交流啊，中法文化的交流啊起到推动作用啊。再一次啊，对你们的观看啊，这次采访表示感谢。